啥节目了已经。做一个感谢大哥的节目。来个感谢大哥的好吧，感谢有你。我来来来，大哥大哥欢迎你，感谢你来你这里。感谢谁儿新大哥，感谢谁爱哥，谢谁爱哥。谢你这样子还说自己有钱儿，真的是感谢谁爱哥的灯牌啊、哦！我是假的，谢谢谁爱哥的灯牌。别你走走走，你去小巴那买，你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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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去来来了来了，他来了，家人们，他来了，谁？来，我不唱了，那就来一首谁吧。我不唱谁，我不唱谁，好久没唱谁了，确实、啊、是的，确实好久没唱了。那我们今天刚刚想了唱什么歌去了，我忘记了，一下子想不起来了，都怪你给打断了、啊。哇，好多浪漫马车，好多浪漫马车，好多好多的浪漫马车。是心动啊，糟糕，眼神躲不掉，想是就想要逃跑，我与你就好像彗星与地球正在相撞。我快点唱歌，快点唱歌。老板实在不行的话，你实在不会不知道怎么搞的话，就所有的人来个小野猫吧，送给大哥。太厉害了，大哥喜欢看小野猫喵。等一下，大哥走了，刷完就走了。大哥隐身了。神秘人回来了，我一下有点怎么懵了，家人们。来，那这样子吧，那就送给神秘人吧，小野猫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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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确定我们所有人来个小野猫吗？可以，家人们要不要看小野猫？能不能给我一口水喝？刚刚你给他灌那么多水的时候，我好渴，我好想给我喝一点呢。别了，我不要你的。我想喝这种水。我馋你呢。我想喝这种矿泉水。来，不给你喝。你得已经到九点了吗，家人们？到了，九点了，老板。这个水谁喝过了？都说要看呢，要。神秘人也走了，都不想看了，都不想看我们跳。不想看我们就男生吧，男生上吧，不行的话，男生让他们男生唱一个吧。我不想唱英雄泪，老板呢？喊个人。还是我带着他俩唱吧。我带苏子明和小凡唱吗？老板，你这是对我赤裸裸的打击，真的。我带他俩唱啊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带他俩唱。苏子明、啊，小凡，快点来！老板，咱俩唱。没有，我觉得你跟好像你应该唱另外的歌，不应该唱《英雄力》。那我唱啥呀？你想一下，我唱寡妇类行不行？来，准备好来，小凡和苏子明来，我们唱一首。来了，英雄泪，你们俩要不要换个位置？哦，没事，没事，哦，没事，没事，不要声调了啊！来，准备好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穿个西装。哇呼！哇呼！哎，我的。一首小野猫，不唱不跳，不跳，我让你们俩跳小野猫。明明是英雄泪，英雄泪送大家。好，咱们一起玩啊！小凡还有苏思明的关注点一点，谢谢大家。呼呼，王杰。榜八的小凡，大家好，我叫小凡，我在榜八的位置，大家喜欢我的话给榜八的小凡点点关注，我来的脖子
感觉每个人的脖感觉我们每个人的脖子好像擦了油漆一样的。今天这个相机是怎么了？这个相机啊，这相机照的我们每个人好可怕。刚刚我一拿那个小号播，他们说感觉我像50岁。我今天是怎么了？能告诉我吗？啊？是什么原因？要不然我重新开吧。而且美颜老师掉，不是美颜掉不掉，就是很硬啊，很生硬啊，今天，对吧？你是开的什么东西啊？你开的是？来，要不然这样吧，我们先。现在老板9:08。来，今天是没法播了。美颜，他们说太，就是现在就是什么，又爆，他又不清楚，然后还很脏，就是，哎呀，没得救了，真的。什么全是黑色，我脱了也是这样啊，脱了不也这样吗？买衣服也这样。哎，你们这个那个舞台越搞越不行了，你们是怎么搞的？我不知道你们。要发火了，我真的是发火，气死我了。重开太丑了，他们说。那么重开吧，关了重开吧，好不好？关了重开，来，因为这个真的是怎么搞？脖子上都是斑斑点点，那小凡一样，小凡那么年轻应该没有斑斑点的，他也有啊。他也有啊。苏子明刚才站在后面的时候，你快过来看。那个脸上，苏子明在站后面，那脸上全是、啊、怎么了？你看他这样看是一点都没有的啊。看他直播间有吗？那你知道吗，站在手机上看的脖子全是纹，好像你这里全是纹。60岁颈纹吗？对，颈纹。那没有颈纹啊。我没有啊。舞台的气氛不对，关，来，马上关，不说了，家人们来，我们先关一波啊，好不好？谢谢我们榜上的家人们，谢谢罗氏蹭位，还有咳咳，啊，我的眼睛看都看不清了。第二个是什么？感谢双哥，谢谢我们蓉蓉姐，谢谢双哥啊，还有哔哩哔哩，榜二是谁啊？榜二是蓉蓉，蓉蓉啊，哔哩哔哩，还有天空之吻，之吻，谢谢。我们重新开看看，我看搞一下，真的不行，这个好，来重新开一波，拜拜。拜拜。